幽王继位，这个西周就怎么样啊？灭亡了，犬戎灭周，啊，犬戎就把周给灭了。幽王大家都知道吧？烽火戏诸侯，听说这故事吧？哎，说这家宠幸美女是吧？整天人家美女不会乐，心理障碍不会乐是吧？烽火戏诸侯啊，烽火戏诸侯，这一下给国家遭难是吧？国家遭难是吧？他关键是你宠幸美女，宠幸美女没关系是吧？你他关键他想立那美女生的孩子，他要把原来太子给废了，太子老爷一急，把犬戎给领来了。犬戎是什么人？野人呢，是吧？野人是吧？太野蛮了，这帮人是吧？太野人，你我们中原啊，我们中原啊，啊，我们中原非常好听啊。我们这个民族叫华夏，哟，这民族太好听了，华夏，哎，是吧？我们是一个又大又美丽的民族，是吧？华朱夏是吧？华者花儿，花儿美丽，夏大。是吧？哎，大夏是吧？我们这第一个国家叫夏朝是吧？我们这个又大又美丽的民族是吧？周围呢？周围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哎，蛮夷戎狄是吧？这蛮夷戎狄好像本来就是形容畜生的词儿，反正就不怎么样这词儿，你是吧？这完了，这完是吧？人家已经够让你说的够惨的了，还不够啊？犬戎是吧？结果就这帮犬戎把周朝给怎么样灭了？这是第一个被少数民族灭掉的。华夏族政权是吧？这后边当然还有什么北宋啊什么的，这好多都是是吧？南宋了是吧？这最重要的是两宋嘛，那就第一个就是这个西周。